现在这个四费被填得很结实。哇哦，唯一一张。沈光会糊弄我。pass 的话，豹子戏法几乎一定会触发，因为他有钱币。我觉得这豹子戏法其实真的有点强哎，但他几乎是一个两费的二四前行二四，然后两费的前行二四在野兽德里面之前也有人摆，三费的前行二四之前在野兽德里面也有人摆，这几乎毋庸置疑。就是这其实是一张不错的牌，只是对，哎、okay ，我会英勇战斗。所以现在这里只有两个结果，就是一个他用钱币，所以叫出豹子，然后另外就是他没有用钱币，然后没有豹子。所以搞不好其实应该用致命设计来解这一只白色。OK， 这应该是节奏法。该怎么做呢？解释哦，他会触发这个。超贱。What you gonna do？ 他这样其实缴掉很多东西。今日上演的是凄惨悲伤的呀，是个尴尬。一个四费叫两费手下的节奏，应该是说一个三费叫两费，就这是一颗水晶的节奏，因为它是三费的节奏。一法冲击。他刚刚已经把钱币跟镜像交出来了，所以其实他这支的价值真的很高，因为等于是他原先他如果有手上有幻影者之类的话，他原先可以打一个更好的 combo。想是不是应该缴致命设计？搞不好应该缴，他应该不会主动带变羊或是变野猪之类的东西。有狮子理论上应该还蛮安全的。哇哦 ！Oh my god！ 不要！我也要！哇哦！随机法术，神秘。所以这个撞这个撞这个，这撞这个。哎，其实还蛮完美的，有可能是镜像。呼呼呼，亲爱的，故事就是这样，才吃得到你。好戏上场了。嗯，我想也是。手上三张牌，然后有一张就是龙。哎哎、欸欸，行。哎、欸，有可能是法反了。哎、欸。他已经交一颗火球了。想想。这有可能会剩一滴血活下来。他认为那是我手上唯一的哦。
九一张烈焰。帅，干，这好痛。还有什么吗？还有慈祥外婆。大家可以先点掉，然后再把这个撞开或干嘛。但火球的话状况 ，what the fuck？ 对他觉得我手上没龙了，或者他想找变羊吧？你也想找变羊？他还没放弃他的幻影者。这样才吃得到你。GG。时间快不够了。哎。哦，应该把这两只放在两边。哇，我是把这两只放在这只的两边，因为这不能被指定。这场玩的不错。天哪，有用到诺斯哎，不错。换目光，哎、欸，好像应该换两条龙上来。二、三、四，啊，这才五条龙而已，其实有点不够。完工了。我把包，等一下把包的陷阱换成两条上来龙，这样就有七条龙左右。那我再想一下，恩诺斯要不要拿掉？因为其实两张野性互换还蛮重的。所以三二三四五六之类的。你好啊，旅行。可以就投降了。你好啊，旅行者。你好啊，旅行者！快选择，来跳舞吧！一定要烧线就是。嗨，我猎杀你，帮我拿一下嘛！来我身边 ，Oh good。你觉得他会上武器弹次低呢？我觉得最好不要啊。哦 ，What？ 今晚上演的是失落世界。我的牙齿可真痛！天哪，这是一个三倍体质叫两倍手下。你不觉得很熟悉的感觉？这就是之前的话，这个是那个，这有点像那个叫什么？跟那个更过分，就是这有点像还没被 nerf 之前的巨牙兔粉丝，然后叫一个三四出来的感觉。
我手上我还有一条龙，你搞不好如果出一只两费二三的龙，还蛮有搞头。因为 AOE 的关系，我是想放，完全不放 AOE 真的好了。当然有像盗贼这种，本身就是很缺乏 AOE 的职业，可是不会每个人都玩盗贼。哦，不然就不带致命射击跟一张暴击陷阱，暴击戏法。嗯，我一直讲暴击陷阱，暴陷阱。这个被闷棍其实有点糟糕。吓你一跳！谁吃得到你？我的商品最划算。钱币，然后人形。准备，有剔骨喽。闷棍。好险我没出这一只。有吗？没有。OK。这是伤害，然后等一下其实可以做一个五加三的东西，然后再接到我们的第九轮。这样才吃得到你。这是我的荣幸。快逃啊！我来做一个。豹子戏法，飞镖陷阱，毒蛇陷阱。嗯，这应该是死生龙烈。我想想，豹子戏法完全帮不了他。你好啊，旅行者。太多选择了。天哪！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五加四加四，四加四加五是十三。会出这个其实不够，可是其他有没有其他伤害更高的方法？三加三加二，这样八滴是五加十点伤害。快逃啊！独自猎杀。哎，所以其实我出错了。我只有两点伤害溢出，所以他其实我可能会不会赢。我没有想到是飞镖陷阱，那是神机呢。
可是爬到 R9 还蛮厉害的，说实在。玩的不错。不过他有可能纯粹是用其他直接爬到 R9， 然后现在想要录影片，所以我、哦、看起来是死神木。神木，我觉得他会很惨。这块蛋糕有福了。快逃啊！急急思密达，独自猎杀。棋局开始。他拿到骰须几率超高。今晚上演的是失落世界。好像没有掉出什么阿烈之猴之类，或精灵龙。欸，这倒是蛮诡异的。他应该想测秘密吧？我不知道他到底想测什么秘密。叫了多少骰须出来？一二三四，四个骰须哦！难怪他排这么多，复活两个骰须吗？对吧？用到虚空的，那直接可以点那只就好了、啊，为什么要浪费那么多？你知道这一轮是什么吗？原先上一轮就可以做的事情，现在要到这一轮才能做。你看到第八轮对这个猎人来讲，的确是比较难过的。完全不抱任何希望了。独自猎杀，这就是十点伤害、欸。我知道有野兽在场上的话，如果有一个东西活的话，就赢了。还有一个死，一个痛之类的。你没有哦，入账。欸，
其实有可能被入账。哎、欸，一般人应该会以为我在玩三种族的那个牌组，可是三种族我觉得还是太烂，纯粹太烂。三加三加二，那九十一刚刚好。独自猎杀。金龙还蛮有帮助的。